一人一车一狗穷游西藏，我的车子出了一些状况，下一站经过武汉，在武汉去修整，把车子彻彻底底的修整好，然后直接出发西藏。那多复杂的，也有个伴好一点的。有个伴没有伴了啊？没有伴了，要找个伴了。找个伴了，要有伴的才舒服了，一个人孤单了。一个人孤单是孤单啊。嗯。好嘞，走了。哦。新疆阿里木烧烤，这边没有卖早餐的。骑行在这个街道上还是蛮凉快的，今天。今天虽然没有下雨，但是太阳也不是很大。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，似风筝把你追，愿等你一辈子真情留住你，梦里归家那一扇灯。心中所属唯独你，不管天赐何心，今生走在这个316的国道上，好有感觉呀、啊，好像秋天要来了。我感觉我这个车子今天骑起来马力特别的足啊，奇怪了，蹬一脚一下子就跑到20，有时候一下子跑到25码，奇怪了，这个马力突然之间变大了，是怎么回事？316国道边上有一块荷叶田。荷花开满了荷叶，但是没有看到莲蓬，一个莲蓬也没看到。没有莲蓬，肯定下面莲藕肯定很多。马上经过杨柳金大桥，长度300米。啊，这个地方的湿地好漂亮啊！你恻隐，温馨我这半生。让某天风花雪月至今。我倾心只等你回来时贴近，俗世间江山雨落无尽芳荫，如沧海未尽缘分。愿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内，晚灯映花正开，如影照上我身，痴情难自禁。这一段路的减速带特别多，一排一排的，哦吼。那个车子过来，哐啷哐啷哐啷响，哦，我不，住在那里。那你今天不知道下不下雨？下午有雨。下午啊？可能五个年头了。他这个是太阳能的那个哈。嗯，太阳能。两个。现在是中午的2:13，哇，这个天都黑下来了，好像马上就要下雨了。乌云密布。我说你爱我，你想我，如果你的心里没有这么做，只是勉强的敷衍我，我知道了会很难受，我要你默默走，不回头，我会清楚明白你要的是什么，无需勉强的安慰我，说奇怪的理由。我会好好的，花还香香的，时间一直去，回忆真美丽，我是想着你，一直想着你，你在我心底变成了秘密。不要说你爱我，你想我，如果你的心里没有这么做，
只是勉强的敷衍我，我知道了会很难受，我要你默默走不回头，我会清楚明白你要的是什么，无需勉强的安慰我，说奇怪的理由，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，是爱情的友情的都可以，那是我心中的幸福。在大雨来临之前刚刚飞了一下无人机，这里的风景确实很漂亮。旁边有个小卖部，去买瓶水喝一下。你的水了别走啊，啊，那个一件一件怎么买？你哪一件？就是买了一点水，9块钱，9块钱12瓶啊。嗯。哎。这你卖1块钱一罐一。你卖一罐啊。啊。一路顺风，一路平安，拿来吃吃。啊，还有一个狗啊。哎，带来一只狗。现在又刮风下雨了，朋友们，麻烦了。我那个车又是要试车的一天了。下雨我可以穿雨衣，但是我的车怎么办呢？不行不行，又扛不住了。哎，我前面的雨伞，我前面这个挡风的要把它装起来。哇、哦。现在到了球金小镇，是全国重点小镇。现在是下午的4点钟了，这个雨下个没停啊。我检查一下我的车子进水状况如何。哎呀，我看一下啊。嘿，哎，来水了没有？摸一下里面。哇吼，完蛋了完蛋了，又进水了。我去。哇塞，这还得了啊，这得了啊，这完蛋了，你看这个水多厚啊。唉，人的气死，真的人气死。哎呀，太生气了，一下雨进水，一下雨就进水，太生气了。今天晚上又要住私床了。想起来一件事，给敲的饭有没有打吃啊？我勒个乖，给铁敲的饭了、啊，给敲的饭就不能打吃了。现在这个大山里面，终于看到几户人家，山顶上云雾缭绕。在这个大山里面，那就等一下走吧，在天黑之前给铁锹先吃饱了。铁锹慢点吃啊，吃饱。铁锹把饭吃完了，垃圾给他收走。铁锹吃饱了哈，啊，吃饱了我们就出发吧，走吧。这个雨实在下的太大了，怎么最近这么长的时间在一直在下雨啊？啊，拿瓶矿泉水以后。有水有，我有、啊、有，谢谢。水你哪里的呢？我武汉的。武汉的。哦，武汉的。一家旅游，一家搞那个网络直播是吧？对。现在是下午的5点半钟，雨终于停了。在这个大山里面，离武汉还有180公里。今天晚上可能要在这个大山里面过夜了。
现在这一段路上大货车比较多。哇，哎，我把衣服脱了，现在好像没怎么下了。哇，哎，在这个大山里面还有一户人家还在这里建房子嘞，这个房子还是建的不小啊，大别墅。江西到湖北这一段路爬坡爬的真的，爬吧，终于上来了。这个大山里面快走快走，直线下坡，看到没？哦，下吧，我勒个乖，哦，慢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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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完了，我去。哦吼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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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人，我勒个乖哥，呀，那里有个洞啊，仙气缭绕啊，那个洞里面全是雾。哎呀，在这个山里面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，现在是6:10了，今天晚上可能要在这个山里面一个人要过夜了。我现在来把无人机飞一下，趁天还没黑，我看一下前面的山到底有多大。现在进退两难，也不知道前面的路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。